哎，皇上走了就叫做驾崩，和尚走了就叫做延吉，讨厌的人走了叫什么呢？就叫一桶炸鸡，然后再叫好几杯的啤酒。你看他在庆祝。我们修行人没有什么叫做讨厌的，不应该有所谓讨厌的朋友，都是平等，平等是众生，都是一样的。